Alleluia， 感谢主哈。今天嘅信息有可能会要短淡薄，但是咱不要紧，听主嘅话是我们灵命的益处哈。感谢主，今日是由我来分享呢。我嘅主题就是耶稣受难牺牲的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这几个日后呢，拜五呢就是受难节。我们向今就在思想上帝了，我们付出一切该爱，我们永远感恩跟随那个道路。我们把夜时间交托，求主来恩膏我的吹动，同我分享经典，每一个人听了会明白，圣灵来启示，我们听了得到帮助，一切荣耀归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出拜我的主对呢是受耶稣受难牺牲的爱。今日呢是四月一号，啊，在过去几日就是四月七号，就是拜五耶稣受难节，也就是我们纪念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因此呢，受难节呢，这个日子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思想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爱。在我们今日呢，蒙恩得救呢，有永生的盼望，阿门吗？我们拍拍荣耀归给主，就是我们来注重实力复活的，拜六日陪耶稣复活哈。那中间呢，爱思想受难罪。今日我们也要再一次了解耶稣受难罪啊，痛苦幸福的情形啦。若我们有看过耶稣受难罪的电影的弟兄姐妹，你有推开吗？有推开那几招？也感谢主推哈。就会真正清楚，因为你推开受难罪个电影也真清楚啦。相信有啲弟兄有真深个感受啦。想起耶稣幸福个过程个情形，上帝个日子忍受了侮辱哈，可能侮辱、羞辱、羞耻啊，遭受人推脱吧，推挪的掉啊。啊，你可能推挪过吧？哦哈，感谢主哈，是耶稣为可能推我，是为了我们哈。好，佮用手拍伊，拍伊个面，用拳头啵拍伊，把伊衣服脱掉呢，啊，造成体个变大，造成皮肤啊，为细胞个细动脉破裂，最大个动脉也破了，血就不断地流出来。在继续变大到肉都软，你也就看个耶稣受难者个电影，看拍到规身，肉都软了，啊，人差不多要死个时候呢，拍到差不多要死了就停止个，你知唔知？这个幸福是真厉害个，病症呢又拿经济个光明，伊个经济呢是用了去刺，我真短个刺。啊！压到耶稣的头上呢，一长长的刺的插着一个血管个，血管呢血头血从头不断的流到命哦。啊！推到耶稣基督到十字架所经历无法形容巨大的痛苦个幸福啦，心就被亚主耶稣个爱感动留下。耶稣为人付出了这多。能抬了那个目汁对流，能抬了那心也真感动。我们不配耶稣来拯救，但是耶稣却为了你，为了我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要带着感恩的眼泪，要明白到耶稣是何等的伟大。为了救我们呢，付出真大的代价。受难罪呢，就是纪念耶稣被钉死到十字架。他为了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工，使我们呢这些活到罪当的人重新有盼望，罪得到赦免，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耶稣钉十字架呢，是到新上帝的国位当，我们要明白新的国位，就必须从圣经来推起哈。当推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十九、二十一节，咱来推哈。
耶稣基督降生的是基督的名，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去配了约瑟。我没有认出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人，仍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四年的时候，主的使者向她望东向西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出归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她将也一直想动摇啊。”耶稣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啊，就一个，他将要写这个日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重要点。到这里，我们看了呢，真清楚呢，上帝的规划，神的意思就是要借着耶稣，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啊，使我们能从罪恶里来救出来，因。生是爱，因生往往与台人活到最长沉沦，乃往因人悔改得到永生，得到喜乐，得到平安。这个是到一行对三章啊，对十六十大大真清楚，伊唔是爱人这个人定，爱创世界嘅人。你圣诞里个这个伟大里个呢？圣诞伟大里个三章一行三章十六十大，生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呢赐给他们，叫直接信他的不至灭亡，还得永生。我们正在那临在那死了，点解那无信主嘅人临在那死了？佢哋讲，哦，介就啦，落去十八地狱啦，有介是咩啦？大家都惊死啊，惊啊死！你特要是光乎人啊，你介带条死啦，吹吹吹，大家嚟死，都在位，所以真惊死啦。所以证明咧，大家惊死，因为将你惊死有介，那信耶稣，那未惊死，那在那主可能永生。阿是无信嘅人，唔知我死了去地国，真慌乱。我回声就听到，尤其是那回声无聊，听到出那个朋友啊，那个可能朋友回声，哎呀，这个这个惊咯，这个惊，你心如惊。咩唔知食落未落啊？咩即唔未啊？所以慌乱。但是信了主嘅人，人未惊，因为主恩好，人有用神。那耶稣是如何？佢人那在那写是上帝嘅意思。爱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那上帝是如耶稣是如何完成上帝的规划呢？咱推路径方面对一点，如达到每一年，主话做嘅时候呢，耶稣嘅爸母呢，你按着最起啊，去耶路撒冷啊，受满了罪啊，最起咧，爸母就回家。爸母以为耶稣到东寨到东江啦，啊，行了一天啦，啊，路听就到亲戚朋友找耶稣。啊！迄种嘅时候，耶稣是十二岁啊，那是漂啦吼，那无变当头打去，当头打去，我当陪自己陪不了，啊！所以是速度哈，所以路加福音就是可能四十五十那推四十六，见找不着耶稣啦，伊迄个时候伊行了找不着耶稣，啊！伊就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日才找着耶稣，找着耶稣到底个呢？耶稣到当地到主嘅家庭来对主当地哈啊！坐到听家师啊，东江啊，一面听，一面问十二回呢。然后一面听，一面方听其他的，都吸取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白清白波推己就和正吸取了。他波清对他说：“就要注意听啊。”他波清对他说：“我知啊，你为什么像我这样惊呢？推哪，你个白清。”话我真伤心来找了，哎，古话就当我找了三日才找了，我真伤心找了。你听下耶稣答你个，耶稣答：你为什么找我呢？你看唔知，你看唔知我应当以我别的事为念么？你听到这个嘅时候，耶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嘅主，伊虽然当水，你当他答了。上帝的意思是要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了主要通到一十二岁大的经典，那也不能解答。伊解答，你做你爱做你找我呢？你唔知我是以我白个事为念嘛？你是越知道，越天白是派落来爱做的事。所以耶稣真清楚到一时候，听清楚，你想哈，伊无能解答，你个天白到底定是耶稣会知？伊又是圣，又是人，伊是一百八圣嘅人，又一百八圣嘅圣。好，所以耶稣清楚，按你十二回就清楚呢。
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按照天父上帝的意思来做，来做来完成呢上帝救赎的计划。那多久你看到，那就真清楚就看到上帝的计划是做什么，做什么，那就看耶稣，从现在就看到了，真清楚了。他也在到有一日了，耶稣虽然十二岁，但是他也在到有一日的时间到了，将会定到十二个。我们速度来打的，再速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这种耶稣大了，真大了，哎，定十二个了，三啊！你看呢？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呢？你看马太十六章二十，对门徒大大的，你们在到过那天是如何做？”人子呢将要被钉死到十二架上，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十八到十一节啊十八耶稣答你个呢啊耶稣答你们进下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们要我与门徒要到这你的家里受辱骂罪，所以那到这那退了，耶稣要钉十二架，伊会知伊的该答。过两日，伊就过两日啊！啊，我正系定十二架啊！我教到阿个教，把有人把我教了定十二架，已经清清楚。耶稣个背事已经真清楚，真清楚天父上帝爱做咩嘅了，真清楚。所以十九节门徒中着耶稣所吩咐的，即刻预备了如何做嘅样式咯。所以咧，教咩事啊？样式做在即个时候，耶稣。我十二届门徒坐坐这哈，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爱背我。”所以，人在道虽然耶稣是一百八成的圣，也是一百八成的人，但是伊真清楚，伊拢懂会知，伊就应该做咩嘅啊？未来嘅事，伊拢会知。所以，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叫彼得当爱行水啊，叫彼得当你去海边钓鱼，钓了垂起了。这鱼钓起来有类一口钱有无？你会记得有读圣经的知？你当会知去钓这鱼有类？你有钓到鱼有类无？啊，无啊！所以耶稣会知，所以那在那耶稣是无所不知，上帝耶稣是上帝来个，是圣来个，系咪嘛？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咧，意思呢？过后意思呢？啊，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哪个儿子去？就忧愁起来，因为爱定十二架嘛，即系买唔记得以前，伊本是人咩？我叫佢针督了，会流血未？也佢拖佢咧跪咧，会流血未？哎呀，耶稣嘛，哎，因为伊是一百八十个人，所以迄个时候伊真忧愁嘛，极其难过咧。我佢咧打，你阿姐在打，你有人去托生命打，你僵尸鬼何你袂使出去啊？伊死都唔敢出去啊！伊但当死出去都着死啊！伊所以唔敢出去，惊死吗？所以伊外在就那去惊死，发生所以都唔敢去啊！但是耶稣难过，但是耶稣会知，他应该得爱遵守上帝嘅意思，所以伊就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呢是真忧伤，几乎要死。你听耶稣嘅感觉，你听耶稣迄对嘅艰苦，又难，咁样难病哦，那个总爱爬落去走未？人总爱太累，就你无可能听太啦太啦，无即款人啦，对不？所以几乎是伊就真艰苦，爱面对死亡真艰苦，不是会惊，对不？所以你们到这里等候，伊个门徒等到这里等候，何我就等警车，伊个时候是警车是叫人做者祷告，但是到另外出声家就答应人会答应，嗯，去啦，那买第一个，所以那就他这个三九十啦，他的消亡罪行正罪。呼喝到地祷告说：“伊对台伊就艰苦，伊打足个话，伊讲：‘爸啊，我爸啊，倘若可惊，求你叫这杯啊离开我。’所以那也明白哈，我们也明白，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痛苦的，在无伊，尤其到路加福音个啊入二章十四节，但系已经清楚，我们来睇下。”伊路加福音入二章四十，耶稣极其伤痛听嘅时候呢，祷告更加恳切，啊，汗珠如大火点滴到地上，哇！安尼，恁有艰苦到
该关叫叫火安尼大滴点掉头甲无。经过医学来研究呢，当咱到极度痛苦、极压伤来来逆天来来来来搬个，该汗刷的毛水为血管，一个碎碎个血管啊，因为它受伤过后哈，会破，会破，也是过伤了，伤来对个血管都破。话形成了血与水融合多些嘅状况，就会流出血管来。可见呢，耶稣当时内心嘅挣扎与痛苦，是他汗珠如血滴下来嘅，主的血正是为那些失散罪人而流嘅。主安尼款嘅痛苦是为了你。为了我，才有安尼款捞出来嘅。我们要明白吼，耶稣也是王创的人咧。面对十字架嘅惊，你知未？越在起就定时，我就怕，我就点解弄到可能无足，可能点解弄？越在真清楚，真清楚，真正是真惊嘅，你知唔知？那刑罚嘅时候，他也爱真正惊就对啦。话甲我们朋友解。我总无平了，总系你推一个人啊，自己去别人多之后，咧大家拢走出去，对无惊嘛？你惊去毒嘛？病样个，伊个感觉碰病样，真艰苦，唔知做咩好，面对死亡，伊个一再大就爱死咧。那唔再死啊，就好忘掉炸弹崩个死，唔再死，做你死我唔再，伊即刻是会再死个咧，耶稣会再咧，伊个惊，唔是安尼普通个形容，因为伊嘛是一百百姓个人嘛。所以你看耶稣多食十字架，表变大，真正血崩老弄老白白喂，真艰苦喂。耶稣极其想想听者，他的想听是来自创世界罪恶，加到他身上的担当。你知未？伊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担当我们所有人来拯救我们，来代替我们。伊在这个时候呢，你浓重的罪得以成定，浓重对天了，对了为人死。来赎这个罪，侬到了圣殿，所以当佮脱落去呢，你就睇天边都唔爱睇，因为上帝是啥个界，罪甲无罪是分清楚个。伊个罪侬在天顶个，真正你就侬都是罪人个。但是这是上帝个规划，爱拯救我们。这种个痛苦，伊做罪到了圣殿个更苦呢。这种个伤痛超过我们所能了解个体验。只会使打一句话，就是世上再莫有更大的伤痛，能与主耶稣所受的相比。我们在台马太福音接落来，同在咱台马太福音有打有一个漏掉个背打嘅哈。你台耶稣打的解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三十九节，因为同在会使同在打打嘅时候。是打到耶稣，但会使缺掉卖会使。当时他老妹伊在军港口打的话，当时话打出句话的，让人呢不要救我的意思，只要救你的意思。耶稣虽然心里真挣扎，也真加痛苦，但到天边上帝面前，却爽到了顺服，去顺服上帝，乃是一心为了成就上帝的意思，完全顺服。愿意牺牲自己，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啊，能明白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受难牺牲的爱，明白吗？所以那些时时感恩，莫忘记的啦，上帝怎么拯救我们啊？因此呢，受难罪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来思想的，好叫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尊主为大，并了解耶稣的受难罪呢？有个受难罪呢？痛苦刑罚的情形是为了拯救我们啊！并达到能达到刑罚啊！大家了解刑罚，就是达到犯人犯罪的人做犯法的人的事啦。咱主要了解刑罚是怎么叫做刑罚啊？就是会受到律法啊的审判。刑罚就如社会上的人，咱台新闻啊吼，咱台人思考为所发生的物件吼，咱台过有人偷窃物件，诈骗
骗人、骗钱、骗人真多钱、骗人的家产、害人等等的罪，若抓到呢，就要受到律法的刑罚，对不对？所以咱真清楚的，面对真正的刑罚，如罚钱啦，或者是做金榜监牢啦，甚至有个害人啦，所以伊就爱上吊咯，啊，死刑咯，判死刑咯。受刑罚的人，多人的末罪呢，都是受足的。人我唔知你听去啊，你唔知听个即可不？人即可不？这个歹人啊，你听着，我上好美美死死去啊，会袂？啊，你是气个可以改，你本事就来对骂伊咧。诶，上好美美死死去，所以呢，所以做歹个人就真老个，真正老，行做不好的事，人就真。不输给伊，不弱伊啊！这个人啊是歹啊，去跟人打，什么啊？你莫靠近伊啊！伊骗你个女啊！跟人complain啊，对不？你爱complain未？啊，你家己就知啊。就如某某人吼受刑罚嘅情景啦，关到监牢，做你当受不弱呢？受刑罚嘅人啦，关到监牢哈，等他得到释放后呢，虽然他获得自由呢，但因他的暗对，有者暗对啊，做不好嘅物件暗对啦，是一个。能按对来定求帮记号开，所以呢是一个犯罪的人啦。那伊无论去到哪个啦，别人都以犯罪的眼光看他，也是人会知这么是犯法的人啊，做无好的人啊，就是用这个目光看的。无，那平时人无做错，人就好好对待来。你也是这么犯法，哎，没靠近伊，这人是好人，对不？人就会恶意，那就无等于是那个引领我这个目光看。那是真正真痛苦个，所以人来，但伊得个释放了，已经好了，伊现在重新好，做好人落艰苦啊！我呢就介落无爱接受伊啊，所以有那咁捞出来，他伊点来帮黄山哇？啊，亚鲁瑞宾啊，靠伊能机会做工啊，无伊能无好悔改啦，无机会悔改，所以政府啊，鼓励我们卖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伊，靠伊能有机会悔改，能大家能够做错哦？你做错，真你嘛希望能原谅的吗？对不？所以那朋友以心量，改心态来退，所以伊能在受痛苦那种大教受痛个能受精准，那用这款目光退嘅啊，受辱他心真得大，大只只能阿卖靠近伊啊，他也有可能无办法只能出来吓，有可能无办法出到江嘅，对不？所以因有安对啦，这说明了一件事咩？当一个人犯罪，能退他的眼光就无朋友。造成犯罪的人心里有一种羞辱、痛苦的经历了。当时到耶稣的时代，人来在耶稣的时代，定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是罗马帝国发明的。处理死刑是最难、最残酷的刑罚，所以兵然后就定啊，一铁钉多多个铁钉哦。定到手甲卡个，咱来知吼，咱来那推十字架吼，耶稣定吼，恁推也定是定住吼，袂使个。这定这无力个，那这定无力个，定到会破去个。伊是定这个，正是定这个，一定是定钉个，钉住落个钉，就钉到一个吊，你卡就放安尼放，你一铁钉就钉住个，钉一钉，啊，一钉一钉，了了哩吼，钉后呢？伊该十字架捡起来，我关个高挂到十字架上，伊掉落顶背，了卡伫安尼看，啊，这真个刑罚是真痛苦个。被钉之后呢，就到太阳的拍子下，也血脉啊，的膨胀会更大，头里轻，往往是到这钉十字架，往往是到差不多十小时内都是断开。通常要证明啊是断开无断开呢？到迄种迄时道呢，迄时候呢，啊证明伊死无死呢，就是拍断犯罪人个脚双脚个拍断来结束伊个生命。不，因为那只拍就不然可以再用伊生撸起来，因为你脚安尼看你落去伊袂够，无变透开，伊就用伊脚拄淡薄伊轻椎个肌肉个肉就紧绷。所以伊就拍断个脚，伊就无变堆起来好呼吸，啊就无办法
放松，所以咱就无办法换气啊，咱在透气换气，都断开就爱就断开就死，真歹就断开死，你拍断卡，伊无好堵起来，真歹就死了。十二个两个强盗个卡呢，都先加记载是可以拍断了。啊，当兵丁行到耶稣跟最后正发现耶稣已经断开了，就无拍断耶稣个卡，明白我打理解未？但为了保证耶稣是死了，正是死呢，所以咱推声行正，咱要推了兵丁呢，你却要抢。像啊，一等等的像，顶面小拍等等的像，头前是尖尖等等，还像啊，插入耶稣个肋旁、肋骨来帮伊生长这顶啊，里面个心包像的水呢，就化生长里面个血呢，就从伤口捞出来，捞出来就证明是咩？证明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十二个像呢所受个刑罚个，是一种最痛苦个刑罚之世界。他无犯罪，要记得他无犯罪。人却当他是一个大罪人呢？我们要明白，到耶稣的时代，犯人啊，被定到十字架就是大罪人。那个强盗呢？他们都是太难办坏、无恶不作的罪人，判死刑呢？定十字架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真公平的事。就那个台南都要上吊，那是真公平的事。到耶稣的眼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罗马书在里该第三章入三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一句话答：世界的人无一个是义人。两一界都无有，但咱信了耶稣，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的重点呢？我们到上帝麦当退落来，因为主的宝血洁净，到上帝麦当退呢，那是义人洁净了。啊，是那无耶稣的人，那个罪退落来是罪人，你不要带你个位。所以圣经啊，当真清楚，希伯来书对高调入七章的按着点名。人都有一世，死后有审判，真有审判呢？做好做歹有审判，所以你有去看十八地狱无？有人去看十八地狱，哇，是打歹话呢，挂机啊，有无？那是刑罚啦。你话咩？什么街条落对落腰落去扑啊扑啊扑脚油炸鬼呢？扑啊扑啊，咁啊，有无？你会惊未？啊啊，这是一句话，当真是死后有审判，真是有审判。不你也是注意，他有人家己自说死哈，马达来发个说体谅，知道未？意思是犯法的，自杀是犯法的。OK， 所以你看，咱世界有审判，做好做歹有审判，台人就台上吊有审判，死后那不有审判，所以咱人都有罪，还是咱无主的不会结清呢？那有直接死后，那就要受审判。Okay， 明白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了，但因着耶稣被钉到十字架呢，因着主的受难呢，主的宝血就可以赦免，赎罪我们的罪。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真简单呢，只要愿意开那个心，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赦免的救主，就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到上帝面前的被称义，因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称义，就像你讲呢，就像路边无家可归个啊，那十个农家，切靠一个好心人带回来，里面切个孩子所称谢，切为孩子或认孩子为自己个儿子，并让他以后能继续承受经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路边不干净的孩子，但是你是当然，但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我唔知你有注意吧？老家岁岁哈，都免加以诈骗的哈，伊都会晓诈骗的。你若是唔相信，你睇岁岁老家，你曾经放到食物件，你个他未使食哈，未使食哈。
当你走去边下，当你推推推推，无人伊走去捡。你当你捡，无捡，你来出出来出去哈，伊捡嘛后尾，你有捡无？无无，有偷无，真系命格个，这个已经最衰了，就是到阿当台湾黄嘴鬼后，能能闯落来，那就最衰到能来帮个。我个打恶派三日，恶好三日个，三日就算，可能三点钟就算了。当上帝出将我们多高起来，那是不错的。那上帝多高起来，我们只要开门先接受的时候，就啊，就也不会激情。我们使我们被称为义，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主，今日我们这些啊信耶稣的基督的人呢，都应着十二架呢，将个救赎作为的赦免，以天别重新活好，被上帝称为义。当时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令到永恒当以主同在享受永生的福分，这是最好最完美的救赎。主救赎我们，或有奖赏我们以后有永生。有真侪人伊当死了，唔知去滴个，真世界你问我唔知。我通白答，我点拜我未信主之灾呢？啊，我个头家，我做岗位头家，伊家无啊，伊爱死就做呀，伊惊到爱死嘞。伊但能牙齿亮来了，伊亮我唔知理解啦。牙齿亮来了，伊惊，无卡去死了去滴个拢不惊。然后我信了主，到现在来对个老大，主可能永生。能是世界，唔是能永固嘅嘅。人人经典就够，你惊了，垃圾烧了，你惊了。但你惊了去滴个，能有耶稣嘅人，主可能永生。下面能嘅做，成为义人，有一日天灯才是我们永远嘅嘅。世界唔是能永远嘅嘅，你世界用污浊做嘅物件都无变多去。啊，你只有得到主耶稣，你得到洁净。你的灵魂得救，主应许天灯是我们的永远的，是永生，得到的永远的。啊，所以人就要珍惜。有人无判病的症状呢，伊咪该倒卖，还是卫生忽然间发扬大，伊癌症，从这三个月的症状呢，你听到他耶稣可以永生。可以新的生命，可以有盼望。虽然人会面对死，但当时是无人知。后生的死、老囝的死、老的死，无论你这个岁数，都是会死。但是呢，伊可能这个咩，还免考虑买。你就要买开你的心，接受伊做了生命的救助，你就得到主的应许，得到永生，叫你买保险病咯。你买这保险，你就即会使一百八成啊，推老公命类保险甲你出，你若买买呢，你拢同家己出，拢同是你个事，无人会变插你，对不？啊，是主应许，但我考虑用生，你只更大啊，免考虑，你更开你个心，有请耶稣来个心当做我生命叫做圣经，我唔是。已经我是罪人，就做呢呢，咱做人生来不，咱有得罪，咱有得罪，咱有没咱，有滴个拢有，咱都有犯罪个。但是主耶稣应许，你只要承认你个罪，我就随认你个罪，了我个靠你永生，靠你来世无平安，这是主靠我们每一个人个应许。所以今日我们这里有信耶稣个，咱是蒙福，系感恩，因为耶稣推咱个罪，死到十字架。那个罪已经到十二个，到耶稣哦，已经随从我们的罪了。耶稣说：“老会随从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猜，当耶稣无犯罪，却甲强盗朋友幸福，同张来打，才能办会死刑是应该的。但是耶稣是无犯罪，却甲强盗朋友受罚受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他生命来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你来经验以上帝的爱。我跟你讲，我以前未信主之前，
我虽然是从罗马天主教出来的，罗马天主教出来的，伊个教导当岁岁教导已经在当，你也是离开这个家，你就无救了。安尼看咧，你我就唔敢咯。你当来传道，你来配，比如说讲话，我都无接受嘅，无接受嘅。要当有一日呢，一个妇人叫他，哇，你来我来嘛，咩事有车惊崩啦，有地界啦。你话你因为是罗马天主教嘛，我哋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好啦，唔是佮伊平住啦哈，是感谢主，你是安尼讲，我就得救。无你一个真系是基督徒，我就唔相信。我是真嘅，人来同行，我应该梦是关掉嘅。我无讲你点样嘅，因为我是真嘅，因为你到罗马天主教，但你也是无，你离开这家，你就死了吗？因为到罗马天主教是唔相信耶稣咧，当时伊嘅教法无相吗？那无变经历到真实嘅主吗？所以去咩？我哋去，我来一个暗示。基督教，你唔话得咧接受耶稣做到生命救主啊！我就正当中，我得好啊，我爱，我就接受了，我去了当。安尼做呢咧头一摆经历了，我上帝嘅平安喜乐充满我嘅心啊！我灵知道嚟对在，就咩是正式嘅上帝了。所以我从信主几十年了，我未离开主嘅，我立根主立根根，因为主实在是真嘅，有我嘅上帝，明白吗？所以呢？上帝呢，因王的道成肉体啦，来个世上咧，用他生命嘅爱，爱世上我们每一个人，你个隔壁打上帝爱了，隔壁人打到上帝爱了。当时呢，世人呢却拒绝他，有真侪人无爱耶稣，拒绝他，我将他钉死到十字架，这是何等的痛苦！当耶稣一个人被钉到十字架上啦，承担钉子。的痛苦，流血的痛苦，死人乞求和侮辱的痛苦，独自到人面前啊，独自人面对痛苦，面对死亡。此刻的耶稣哈，此刻的十字架的耶稣已经无可依靠了。天父上帝也离开他，以在那就打天父上帝，可能因为你的罪那么多，耶稣的心定。所以只有耶稣是保护的神，我们就是这洁净，这救赎的工作，这王创。所以上帝从乜无同嘢惊，定时就十字架。伊个时候咧就系此刻嘅也定到十字架，耶稣已经无可依靠，特别上帝也离开他。以在那但以在个未定十字架，正正以在耶稣变罪。为救的时候呢，天父上帝给他同在；为地各样症疾病的时候，天父上帝也给他同在。正向性质其实哈，无边落去持正做人对吧？哈，天父上帝给他同在。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天父上帝给耶稣同在。当现在到十二个就最重、最重要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最需要的时刻。天父上帝却离开他。此刻的耶稣，他要面对十字架肉体的摧残、的痛苦，面对世界的羞辱，更要面对天父上帝离开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对于耶稣来讲，才是最痛苦的时刻，才会大声让大家呢。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生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大声讲，伊咧感觉真艰苦，真哩大声讲呾。伊落去，喇嘛十八格盖尼，放出来意思是呾，我的心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到迄种个，耶稣付出了着艰苦，为了我，为了你，啊，伊呾做你离开我，因为伊在未定十字架个时候。天父时时刻刻嘅同在，这种定十字架嘅天父上帝离开，所以就大声：我的心啊，为什么你离弃我？耶稣是无罪嘅，是圣洁嘅，但却将我为世界罪人而定到十字架，这是何等嘅伟大！主耶稣用他无罪嘅身体来换我们这。困罪人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代替我们这些罪人，
受到刑罚，这样的牺牲是罪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呢，特别听到个神真伟大，你就想到神实在伟大。我们不配上帝为我们死到十字架，我们不配上帝为我们钉死到十字架来救我们的，不配。今日当时耶稣却为了你，为了我拯救我们，我们的时时感恩，不使忘记耶稣我们付出了一切。主耶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刑罚，受了鞭伤，流出宝血，献出生命，使我们这群信耶稣的基督的人呢，得到赦免，成为义人，能享受永生，到今生有平安和喜乐，到将来享受永生的福乐，就是到天堂。我们应当时时感恩尊主伟大，应当用我们一生的生命来爱耶稣，享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救赎。阿们吗？今天陪着这十字架，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我是想要买这个机会。我不在道门当中，在哪里都不清楚，我是无强迫性。好，你也爱表达一个男朋友，我送你个礼物，你爱你亲手来捡，你属于你个。你也是买这个礼物，越好就好，若无变到，若不是属于你个。那这个精彩男，我问你一句话，信耶稣好不好？你得到耶稣的帮助吗？得到耶稣的祝福吗？得到耶稣的帮忙吗？不是我跟你爸夹好，这是你自己打出来。所以呢，因为耶稣是真爱，耶稣是活爱，只要你愿意打开的心门，你来接受来经历，叫我那种我打掉，我还不接受，那种我不再接受的，哇，来对个喜乐哦。不是因为不会掉的，我灵犀的仔也是真的主人。甚至你也是在追求下去，你也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同行，上帝的亲自教导了。因为上帝是活的，下个拜六我就陪上帝活的，明白没？所以今天我可能机会，我买了这个机会，因为我看到地球天顶天使的欢呼，这个让地球天顶天使的欢呼庆祝，但这个人信主了。我们中间在这里愿意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来到心当中的生命，叫做你是爱呢，这个祝福的福分就临到了圣经。你爱的人祈求好不好？我为你祷告，有吧？有吧？有人爱吧？无强迫性，叫这个人病，可能你没爱，你却买是吧？我无强迫性，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愿意来经历，这经历会对。了了，咱咱听清楚没？听清楚没？叫有人，你听叫有人吼，叫有人，那去接没？好，你有朋友他，哎，到面对面哈，有拖真好接个糯米，开始改饭啊，就好接。了，等你听了哇，哎，好接，我来去试探，试了但好接，有咩去搞？通，有无？我应该是这样个。因为你经验就是啊，真正好吃。哦，你是话好评，我跟你谈。哎，这个鸡饭又好吃，这个卡不好吃，卡大，这个真好，真好吃。你嫌这个好吃啦？姜啊，放了佐料就好吃啊。你看，你要打料，因为你有平台有好处嘛。这是经历人能传出去，所以呢，基督徒做你的传福音，就是把好的消息带给你。你爱，你接受，卖无强迫性，卖放了心底，我无爱得罪任何人。这个是一个祝福，还是你愿意这个出拜？愿意的举手，我就为你祷告。还是买呢？那就要唱一条歌了，好吧？感谢主，主来做奇妙康长啊 ！OK， 那唱一条歌。咱信耶稣的人，咱总听了今日的信息，咱就要充着感恩，咱来唱他。因主你如此的爱我，啊，我的爱，主更爱了哈。那这是什么？乐是主赐爱我。